者林美雪台北报道。萧敬文舞蹈团今年与悠游卡公司共同发起红草莓向毒品 Sano 校园剧毒巡演工程，同步发行红草莓悠游卡，号召大众守护挚爱，拒绝毒害，希望在孩子心田播撒反毒害疫苗，以守护他们的生命尊严。悠游卡公司董事长林向凯今天颁发第一号红草莓悠游卡，对象是目前就读武林高中的邓雅荣。邓雅荣于国二是观赏萧敬文舞团贩毒舞剧后描绘了一张全家福。邓雅荣说，虽然已经过了两年，但深刻记得有一幕是两个女孩并肩坐住，后面站住一个男子，以及升起一颗一颗的气球，男子左右交替地把气球捏破，气球捏破的声响非常的震撼，就像是把心中的恐惧一个个提起。这个主题名叫魔鬼花园，告诫我们不要受外面薪水高且不用经验的优渥条件所迷惑，而气球爆破的声响也确实把这一告诫永远留在我心中。邓小荣也提到，这出表演还有许多主题，熟交的坏朋友被带去吸毒，或留下一辈子的污点，或跟父母吵架离家出走，做了犯法的事的，都告诉青少年可能在血气方刚的年纪会面临的问题。如果家庭不美好，孩子就容易有不健全的心灵，更容易犯下错事，因此他很庆幸自己拥有美满幸福健康的家庭。所以我回馈给萧敬文舞蹈团爱的基地主题就是画我的一家人，这就是挚爱的象征。红草莓向毒品 SAYNO 校园剧毒巡演工程记者会，悠游卡公司董事长林向凯左与邓雅荣，记者王文林社。第一号红草莓悠游卡，萧敬文舞蹈团提供第一号红草莓悠游卡，萧敬文舞蹈团提供，少一份毒品就多一份健康。自由时报提醒您远离毒品。